翔结婚后陆续迎来三个宝贝孩子的诞生。身为三宝妈的 Grace 经常会在社群平台和网友分享和孩子平时相处的生活大小事。最近她发文写道：天哪，我刚刚差一点就要瞎了。她表示忽然看到电视柜上出现已经失踪两天，她在眼睛雷射手术后早晚都要点眼睛的类固醇眼药水，当时她看到时马上抓起来立刻点，但是眼药水竟然完全挤不太出来。既然她仔细看才发现手上拿这罐瓶子根本不是眼药水，而是小孩做劳作时要用的保利龙胶，让他崩溃直呼心脏差点要从嘴巴里逃出来。当时他问一旁的女儿：你眼看妈妈点这罐保利龙胶怎么都没有要阻止我的意思？没想到女儿很平静跟他说：因为他已经干掉了，我想你也挤不出来。女儿的回答让他瞬间大笑，直呼自己没瞎，但已经快中风啦。